是你先降世为我放弃尊贵，是你很爱我，没有将我撇低，在马槽谦卑出生，宁愿颠沛在世，就是空限制皆未尽位，是你今替我受了梦遭鞭打，是你伸两臂待我钉各各他，十架上受尽凌辱仍念挂我吗，万次雨顶破向下和你伤好与血洒，同死同葬救我无怨内面亡，同生同复活赐我让性灵渡航，罪已不哭捆绑我一生有罪主你作王，你必到底给主作盐作光，让你荣耀释放，亲爱主，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叫我们可以能够同你同死同埋葬，并且是同复活。主，我们今天已经是经历到，也都经历着，也都是盼望这个复活的生命是能够继续来成就。
继续来到去显明和完全。主，我们很感谢你，我们当开始一个礼拜的生活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投靠亲近你，愿意我们来到听你的说话，跟随你的心意，祈祷奉耶稣基督复活有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早晨，请听我读出诗篇76篇一至九节。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锡安有他的居所。他在那里截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你从有野食之山而来，有光华和荣美。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他们睡了长觉，没有一个英雄能操守。雅各的神啊，你的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唯独你是可畏的。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候，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掌管天地万物、掌管历史时间的上帝，你荣耀无比，你的威严超过亘古的群山。主，我们要敬拜赞美你，因为当你一发声，万人都要倾倒扑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都是卑微不配的人，但是我们却是愿意等候，愿意去敬拜仰望你，因为你将我们提升。主啊，唯有你当受敬畏，当你发怒的时候，没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就算是天，就算是地上的君王领袖，一切有能力有权柄的领袖都要在你面前俯伏跪拜。上帝啊，愿意你从天上宣告你的审判，愿意你施行审判在这个混乱又充满罪恶的世界，愿意一切受苦的人在你里面得着拯救，愿意万民都在你面前静默无声，听候神你自己公义的审判。天父上帝啊，我们愿意你的名字不单止是在犹大人的里面被知，我们不愿意只是我们这一班属你的子民知道你的威荣，我们愿意神你自己的威荣被万国万民去称颂，愿意你的家不单止在耶路撒冷，你的家亦都在万人的心里面。主，我们敬拜你，赞美你，你荣耀无比，我们愿意一生的去歌颂你、敬拜你。祷告是奉我主耶和华得胜威荣之名而求，阿们。历代志上28章1节，大卫召以色列的众首领来到耶路撒冷，于是各支派的首领、各班的将领、千夫长、百夫长、负责王和王子的财产和牲畜的官员、宫廷侍臣、显贵和勇士都来了。大卫王就站起身这样说：我的弟兄、我的人民啊，请听我说，我本来想建造一座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我们上帝的脚凳，我已经准备好建造的材料。但上帝跟我说，你不可以为我的名来到建造殿宇，因为你是个战士，曾经流过人的血。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从我父亲的家中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为他拣选了犹大支派做领袖，在犹大支派中他拣选了我父亲家，在我父亲这么多个仔之中他喜悦我，立了我做以色列王。耶和华又赐了好多个仔给我，他在我这么多个仔当中拣选了所罗门。
俾佢坐以色列嘅王位，治理耶和华嘅国。耶和华同我讲：你个仔所罗门必定建造我个殿宇同埋庭院，因为我拣选佢做我个仔，我亦都必做佢个父亲。假如佢好似今日咁样，继续坚守我诫命同典章，我必定令到佢个国永远坚固。而家当住耶和华嘅会众，全体以色列人嘅面，趁住我哋个上帝喺度听紧，你哋要谨守你哋个上帝耶和华嘅一切诫命，以便你哋可以拥有呢片嘅佳美之地，同埋将佢传俾你哋嘅子孙作永远嘅产业。我仔所罗门啊，你要认识你父亲嘅上帝耶和华，诚心乐意咁样去侍奉佢，因为佢洞察人心，知道人一切嘅心思意念。倘若你寻求佢，佢必定让你寻见；倘若你背弃佢，佢亦都必定永远丢弃你。而家你要谨慎，因为耶和华拣选你嚟到建造殿宇作圣所，你要坚定不移咁样去做。大卫将殿嘅走廊、房舍、库房、楼房、内室同埋安放施恩座嘅圣所嘅图样都交咗俾所罗门，又将心里边所构想嘅耶和华殿嘅院子、四周嘅房屋、殿嘅库房同埋圣物库房嘅图样都交咗俾佢。大卫仲俾佢知道祭司同利未人嘅班次。耶和华殿里面各样的工作和一切所需的器皿，制造各种金器、银器所需要金银的分量，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按每座灯台的用途酌定金银的分量，放贡饼的金桌子的分量、银桌子的分量，纯金的叉、碗、瓶的分量，每个金碗和银碗的分量，纯金香坛的份量，以及在施恩座上面展开翅膀遮盖耶和华约柜的基路伯天使的样式。大卫说，以上一切都是耶和华亲手指示我的，等我明白工作的细节。大卫又对儿子所罗门说，你要坚定勇敢的这样去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我上帝耶和华必定不会撇低你，亦都唔会丢弃你，佢必定同你同在，直到圣殿一切嘅工作完毕。你睇喺上帝殿里面嗰啲司职嘅各班嘅祭司同埋利未人都已经准备就绪啦，又有唔同嘅能工巧匠乐意喺唔同嘅工作里面帮你，众首领同埋百姓都听你嘅差遣。大卫王又对全会众咁讲：我仔所罗门系上帝特别拣选嘅。但是他仲年轻，缺乏经验，建殿的工程也很浩大，因为这个殿不是为人来到做的，乃是为耶和华上帝做的。我已经竭尽所能为我上帝的殿预备了制作金器、银器、铜器、铁器和木器所需要的金银、铜铁和木头，还有大量的玛瑙、镶嵌用的宝石、彩石、大理石和其他贵重的石头。而且我因为爱慕我上帝的殿，除了预备以上物品之外，还将自己珍藏的金银献上，用来建造我上帝的殿。我献上了100吨的俄肥金、240吨的纯银，用来贴殿墙，供匠人制作金器、银器。今日有哪个乐意向耶和华奉献呢？结果各族长、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和负责王室事务的官员都乐意奉献，他们为上帝的殿奉献了170吨的金子、340吨的银子、620吨的铜、3400吨的铁。有宝石的人都将宝石交到去耶和华殿的库房，由格顺人耶歇保管，因为他们诚心诚意地要将东西献给上帝，百姓欢喜不已，大卫王亦都非常之欢喜。大卫在会众面前颂赞耶和华，说：我们先祖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你永永远远当受颂赞。耶和华伟大、权能、荣耀、尊贵和威严都是你的，天上地下的一切都是你的。耶和华
国度是你的，你是万有的主宰，富贵和尊荣都是由你而来，你掌管一切，你手中的权能和力量能够令到人尊大强盛。我们的上帝啊，我们称颂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我算得是什么呢？我的人民又算得是什么呢？怎配来到向你奉献呢？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只是将由你得来的来到去献回给你。我们在你面前只是客旅，是寄居，好像我们的先祖那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子那样瞬即消逝。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我们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所预备的一切的财物都是由你那里来，都是属于你的。我的上帝啊，我知道你洞察人心，喜爱正直的人。我怀着正直的心甘愿献上一切。我亦都睇见你呢度嘅子民甘心乐意嘅咁样去将财物献俾你。我哋祖先阿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嘅上帝耶和华，求你使到你嘅子民成日都存呢个心志，使到佢哋嘅心忠于你。求你赐俾我个仔所罗门忠诚嘅心，以遵行你嘅诫命、法度同埋律例，用我预备嘅材料嚟到全力去建造殿宇。大卫对全体会众话：你们要颂赞你们的上帝耶和华。于是全体会众颂赞他们祖先的上帝耶和华，向耶和华和王俯伏下拜。第二日，他们向耶和华献祭，他们代表全以色列献上了1000头的公牛、1000只公绵羊、1000只羊羔作燔祭。同时亦都献上奠祭同埋好多其他嘅祭。嗰一日佢哋喺耶和华面前欢欢喜喜咁吃喝，佢哋再次拥立大卫嘅儿子所罗门做王，喺耶和华面前高立佢做首领，又高立撒督做祭司。于是所罗门登上咗耶和华所赐嘅王位，接替佢父亲大卫做王。他凡事亨通，以色列众人都服从他，众首领、勇士以及大卫王的众子都效忠他。耶和华使到所罗门倍受以色列人尊崇，赐他君王的威严超过在他之前的所有以色列王。耶西的儿子大卫是全以色列的王，他在以色列执政共有40年，在希伯伦执政有7年，在耶路撒冷执政有33年。大卫年纪老迈，享尽富贵尊荣后寿终正寝。他儿子所罗门继位，大卫王一生的事迹都记载在撒母耳先见、拿单先知和加德先见的史记上面。书中记述了他的政绩和英勇事迹，以及他和以色列和所有国所遭遇的事。亲爱主，我们的父上帝，我们看到今天大卫向上帝的祷告，他说我算得些什么，我的人民算得是些什么，怎样能够可以来到向你奉献，因为所有的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将从上帝而来的献给上帝。主，当我们去看到大卫的祷告，他认定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时候，他明白一切都是神你的恩典白白的赐给他，所以他更加来到在他短暂的人生，就是一个在世上我们都是客旅，是寄居，我们在世上日子转眼即逝的时候，他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将自己有的来到尽力献上，来到去建上帝的殿，目的就是要透过他有的一切来到去荣耀神你自己。他都认定上帝你是洞悉人心的上帝，你喜爱正直人的奉献。主啊，今天当我们再思想大卫他对你的心志，他认定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他愿意来到献上的时候，主啊，我们怎样来到去看我们有的一切，无论是我们的资财、能力、技能、经验各方面等等，会不会我们看这一切只是属于我们，而忘记了上帝你透过各种的方式，你要将这一切的
能力、知才、技能、经验来到赐给我们。主啊，若果我们有一些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求你去怜悯。若果我们不愿意，你都是奉献一切来到给上帝，为了要荣耀你的名的时候，求你提醒，求你的圣灵来到责备，让我们有一个慷慨的心来到去摆上，让我们再一次去明白，再一次去思想，在一个短暂的人生里面，我们怎样能够将一切上帝你给我们的好好来到去运用和发挥，令到我们享用上帝一切的恩典的同时，也都能够去荣耀主你的名，去兴旺你的福音，去建立你的国度。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阿们。罗马书五章六节，当我们仍然是软弱无助的时候，基督就在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为义人死是罕见的，为好人死或者有敢做，但是基督却在我们仍然是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这样显明了。现在我们既然因为他所流的血而被称为义人，岂不是更加要靠他免受了上帝强烈的愤怒？如果我们仍然是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尚且可以藉着上帝儿子的死亡和上帝和好，和好后我们岂不是更加要藉着他儿子的生命得到拯救？不单止是这样，我们亦都要藉着主耶稣基督和上帝和好之后，更加要藉着他在上帝面前欢喜快乐。因为这样，罪如何从一个人入到世界并且是带来死亡，死亡亦都系点样临到全人类，因为全人类都犯咗罪。冇律法之前，罪已经喺世界上，但系冇律法，罪亦都唔算为罪。事实上，从亚当到摩西嘅时代，死亡一直克制住全人类，甚至连嗰一啲同亚当唔系犯同一样嘅罪嘅人，亦都唔能够幸免。亚当就是将来那位的预表。然而上帝的鸿恩远远是超过亚当的过犯，若果因为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要死亡，这样上帝的恩典也都是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一个人所赐的恩典，岂不是更加要丰富的临到众人？再者，上帝的恩典不等同于一人犯罪的后果，一人犯罪就带来审判和定罪，恩赐却是使到众人从罪恶里面得到赦免，被称为义人。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过犯，死亡就藉着那个人作了王，这样接受上帝鸿恩又得到他所赐的义的人，岂不是更加要藉着耶稣基督一个人在生命里面作王？这样看，因为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为一人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为义，得到生命。因为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样因为一个人的信服，众人将被称为义人。律法是后来颁布的，使过犯更加显明出来，只是哪一道的罪越多，那一处的恩典就更加显得越丰富。罪如何来到去掌权带来死亡，恩典也都是照样藉着义来到去掌权，我要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带来永生。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照样，因为一个人的信服，众人都被称为义人。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仍然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天父上帝，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们？你将你的爱子
差遣来到我们的当中，就是要承担我们这个一人的勃逆而带来罪的后果。因为这个人的勃逆，以致我们历世历代的人都是在过犯死亡的当中，但是亦都因为你的爱、你的守约，你亦都将这个一个的人，我们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去承担这个罪的恶果，以致我们本来死在过犯当中的人可以再一次的活过来。神啊，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去想象主啊，你的爱有几深，有几广。主啊，愿意我们真真正正的在你里面回转，去明白你，去跟从你，以致这个死亡的毒钩不要再在我们的身上有任何的影响，任何的限制。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时刻的思想，主耶稣，你这个第二的亚当怎样来到承担我们的罪债，以致我们就不再轻忽我们的罪，我们怎样离开你，我们要再一次的回去你的身边。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红恩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过犯。神啊，但是我也都不要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就继续的在罪当中。因为神啊，我们的生命要活出这个圣洁的拣选。如果我们仍然活在罪当中，我们就是去滥用神你的恩典。所以神啊，今日感谢你，你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你怎样一人的去承担我们众人的罪，愿意我们心存感恩，时时刻刻的去思想这个十架上的耶稣，你为我们承担的罪，你为我们摆上这个的重价，你的爱，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箴言十九篇十八至十九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暴怒的人必受惩，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亲爱主，我哋再一次感谢你有箴言嘅说话，我哋被提醒作为父母嘅，仍然有机会的时候就来到教导我们的子女，免得他进入死亡。神啊，你也都教我们，不单止是言教，也都要身教，让我们在各方面来到去教导他们。主啊，也都提醒我们，特别是当脾气暴躁的人是会受到刑罚，是会吃苦头。主啊，求你去怜悯赦免，在人与人相处的当中，我们是有脾气暴躁的时候，求你去赦免。主啊，感谢神，因为你箴言的提醒，若果我们是让一个的暴躁的脾气来到去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必定会吃苦头。求主你的恩典不断来到改变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不是充满愤恨，而是充满从你而来的爱、拯救和明白不同人的心。求主亦都是教导我们，靠你的恩典怎样来到去克服自己心里面那种的暴躁的情绪。主啊，求你就带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去实践，我们去经历。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阿们。7月19号灵修思考问题，罗马书五章十至十一节：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藉着他以神为乐。你和神和好之后，你的人生是不是比在未信之前更加快乐呢？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呢？
你在什么地方上面以神为乐呢？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恩主，感谢你，我们能够藉着主耶稣基督得与主你和好，我们都能够藉着主耶稣以神为乐。主啊，我们每一日都有不小心去得罪你的时候，求你的是让我们能够的再一次来到你面前认罪，让我们能够与你和，让我们能够的是透过你去与神和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是能够的是比昨天更加的充满的平安和喜乐。主啊，我们今天都有散去的时候，都有我们这个礼拜的开始，都有我们的工作，都有我们的家庭，都有我们的家人要照顾。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行事为人里面都流露着基督的香气，都能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能够为主你作见证，让我们在身边的人都看到我们的人生是比未信主之前更加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在各样的让我们在各个的地方里面都能够被我们身边的人看到我们以神为乐的。请你悦纳我们的祷告，以上简单不完全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而求， Amen。